各位同心就坐哈。好，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课了。阿南公益中心，大家午安，大家好。Konnichiwa。嘿，我讲大家好，恁讲好。Konnichiwa，爱讲哇，表示恁拢阿未阵亡，伫民政府拢叫哇嘞。所以点招就是来点我讲，你好滴个无啊？哈。啊，真欢喜看到咱真济老朋友哈，老战友哈。那么，袂歹哈，听讲。一到我那要去吃火锅呢吼，哦，听到火锅就一直温暖起来吼。那么我先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姓麦的吼，就做个 long stay， 啊，走去一个农民饲猪的吼，遐去 long stay， 啊，人，那个农民都完了有饲猪，也有饲鸡、饲鸭、饲鸭，啊嘛有狗啊，饲狗啊咧顾伊的治疗啦吼。那么来参观的是。阿曼舅就要求讲：“阿、啊、不你，主人你行头前，甲阮导引的对吧？”哎、啊，主人讲：“因讲，无啦，我惯势今日精神后壁啦。”哎呀，阿即嘛，迄、那个道吼，就请办一块，就请曼舅嘛吼。阿、啊、有就采叫做，迄落空鸡啊嘛吼，炖鸡啦吼。阿曼舅就硬着迄鸡脚硬起来，哦。这个凤爪好哦，讲个足好听，讲凤爪。啊，即马另外一支，就讲免硬互迄主人食。主人家因讲，无啦，阮无咧食鸡脚啦，阮拢留互狗食啦。好，好，安尼精神来开始上课哈。好，咱都得要执政啊吼，啊，咱以后大家拢是执政的官员吼。那么咱基本的心态吼。我讲，咱爱以公仆的身份，哈，来服务百姓。咱即卖要服务的百姓，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吼，唔是遐中国人哦，哈。啊，所以咱得爱伫合法的范围内底，来处理咱即个本土台湾人所开设的工厂、吼商店、吼，包括一般的属农工商即个人，哈。咱唔是像中国人来。炸一个立法从专书来吼，啊用这个行政命令，甲咱台湾人白卡白手，哦，这也袂当做，那也袂当做，啊，就跟他讲，你若有送钱、送红包来就可以安尼。伊法律定甲遐严，主要就是要做关关卡卡，哦，你若要申请啥话，你若文件内底无这红包呐，早以前拢。未通过啦，都要提前来讲就对啦，吼、哦。好，那么咱啊，咱即种，咱来破除这个做法，吼、哦。咱是要来服务咱家己的人，本土台湾人就是咱的兄弟姐妹，咱来甲因服务，吼、哦。第二，咱来秉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吼、哦，公平、正义，包括关怀弱势，永续经营台湾。伊这个精神，哦，咱是以后子子孙孙拢要在台湾徛起的，哦，所以咱要有永续经营的精神，就是讲要让台湾一天一天好起来，哦，唔是像即马，迄、那个西马起来了，咱大家一天一天活着，哈、哦，好，那么，过来咱来进入主题，哈、哦，我要介绍今仔日美国的国会。好，啊，这是美国国会大厦哈、哦。那么，伊这一边是参议院开会所在，另外一边是众议院开会所在。啊，这个是因咧开会情形啦哈、哦 okay, 真壮观哈、哦。好，那么美国的国会是分两院制，好、哦，有一个联邦参议院，啊，一个联邦的众议院。那么联邦的参议院是以代表州。每一州会当选两个代表出来，哈，啊，50个州多100个参议员，哈，因的任期是6年，但是每2年都要改选其中的1/3，哈，的参议员，哈，啊，这么参议长，伊是美国总统继位第2人选，哈，第2顺位，哈，那么
这个改选三分之有一个好处，每两年都有上新的民意，佮入来美国的国会，哈。啊，而且其他三分之二，即个都变资深的，哈，即个资深的参议员，都一定来提携后进，哈，来加即个新加入即个参议员，要安怎好啊来替美国立法，哈 ，OK。佮来联邦的众议院，伊是代表人民，哈。啊，众议院的人数是这个总统继位第三顺位。那么众议院总数法定是会当选435名，啊，因的任期干那两年俩，每两年这435个拢爱搁定选，而且他跟参议院无共，啊，有人就意见讲，啊，好不容易选到头一年咧，要安怎立法？啊，第二年就咧烦恼要任职连任嘛，爱去走条啊卡无，哦，爱去参加婚丧喜庆无，啊，哪有迄个心情，搁多好啊立法？啊，所以这两年说，第一年学习，第二年就不用要选举，哦，那这里台湾呢，中华民国的体制下立法委员是拢差不多安尼，好，哦，但是美国伊呢，这个精神是讲，只要你当选，啊，就任迄刚开始。这两年你就要好好啊搞啊，认真立法，好，你唔免去走什么婚丧喜庆，遐浪费时间。哦，台湾这个制度是中华民国体制下这个制度作歹，好好的人才却浪费在咧走婚丧喜庆，包红包白包，好，哦。啊，美国伊这个种每两年拢定算，你好好啊搞啊做，你若做好，自然你就连任没有问题。OK， 这是美国人定这个基本的精神，哈，这值得咱学习啦，哈。过来，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的象征，哈，因为国会参众议院七500几个，哈，538个，拢总是爱民选出来，哈。啊，美国伊的立法、行政、司法是三权分立，但是这个国会是三权之首。哦，你注意，立法是三权之首。自美国的国会立法了，较高行政部门，哈，哦，就总统依法行政。那你行政部门无依法行政，有贪赃枉法，后边有一个司法单位，哈，哦，一定给你一个起诉，哈，哦，给你审判。这安尼有一个监督跟制衡的。三权分立的迄个机制伫遮，哈。那么中华民国体制，你注意甲看，伊拢讲行政、立法、司法，拢甲行政摆伫头前。这咱来改过，哦，咱一定爱以国会，因为国会它代表民意，代表民主，哈，哦。OK。那么国会众议院有20个永久。常设性的委员会，伊本身有立法权哈。伊所提案的立案件呐，上过因的众议院哈，参议院通过嘛是变作法律哈。那么咱来看伊这20个委员会是有农业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军事预算、教育甲劳工啊、能源甲商务、金融服务、政府改革哦，你注意看，伊嘛有一个政府改革委员会。啊，这个是国会针对政府，吼，哦，有啥物需要搁新设新的机构，还是需要删减，还是合并其他机构？啊，对政府的改革，有一个这个委员会，过来国土安全委员会，啊，众院行政委员会，过来国际关系委员会、司法、资源、规则、科学、小企业，搁一个官方行动准则委员会。好，这个就是国会有设定，好，你官方有一个标准的作业的程序，哈，标准作业程序 SOP， 哈。过来文书加基础设施、天后军人加筹款委员会，哈，这20个。啊，另外各有100几个非常设的，哦，有100几个，哈。好，那么美国国会权力主要就是这个立法权，那么立法权有包含。列举权就是宪法有列举，你国会有啥物权力？佮有
是啥物禁止权啊？你国会袂使做嘅工课啊。那么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基本上是大原则性嘅。好，那么其他嘅细则，都由行政部门哦，伊类规划设计哦，也施行细则。OK。那么国会嘅列举权哈，是依联邦宪法第一条哦，第八款。那么进来这是有列那么三十几项啊，我是简单先提几个啊，哦来做例呢哈。你当你去看美国国会，那么因这个宪法哦条文来这来看哈。第一，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啊、关税甲其他的税务，以相互国际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就是国防哈，甲全民的福利。第二。铸造货币啊，甲调节伊个价值，并制定度量衡个标准啊，即嘛国会咧管个吼。后来设立邮政局，甲建造驿站啊，因为即个两百几年前因立即个宪法哈、所以迄阵了去连国会爱负责设置邮政局哈。后来为了促进科学甲实用技术的进步，对作家甲发明家。因的著作甲发明，予因一定的期限的专利保障。哦，你看因遐早就迄个智慧财产权这个保障的这个条、迄个条文啊，吼，伫宪法就甲规定好些。这嘛是现在美国会当遮进步、遮强大啊、强盛的原因之一。哈，过来。募集甲维持陆军配备甲保持海军，制定有关管理甲控制陆海军军队的条例，啊，过来制定召集民兵的条例，以执行联邦的法律，镇压叛乱甲击退侵略。啊，你看，连这个陆军啊、海军，你爱予伊配备，爱配备在便宜上买武器啊，吼，啊，嘛爱发薪水，吼，所以爱。维持如今，你若无法真水，我走了了去啊！吼、哦，啊，所以军队会使讲是国会咧控制，因为若要对其他国家宣战，爱经过国会通过，你行政部门、国防部开会当调动部队出国去跟人交战，哈、哦、，OK， 好。那么国会禁止权，哈、哦，即伊联邦的。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人身保护令的特权不得停止啊，不得公权的令啊，甲受级既往之令不得通过啊，袂使通过剥夺公权啊，这个令的哈。过来对各州所出的货物袂当扣税哦，州甲州哦，因五十个州互相咧物资咧运上来。越州袂使甲扣税，好 ，OK。过来国会立法的程序哈，第一就是由参众两院的议员提出法案，好。那么上交所属的议院的这个工作人员来立案，编号甲伊的标题啊，这等于一读哈。一读若通过，就上交相适应的这个。委员会，吼，拄我头拄讲迄二十个，包括另外阁有百几个只委员会，吼，来举行公听会。即、這个公听会办了，吼，因就会当审议讲啊，要甲废案，还是要成案？吼，差不多，即个法案伫即个所在就决生死啊，会成未成，有伫只就甲变废案去啊，吼。过来若通过，吼，大多数的人啦。赞成通过，就上交专院的院会落去会议哈。好，啊，迄个时阵就由工作人员逐句朗读法案，哦，这就是算二读会议哈。过来上专院的审议，就跟他朗读标题，并投票表决，好，安尼啊通过就是三读通过啊，好，那三读通过了。就还阁上予另外一个院议来表决通过，就是讲你若为众议院提案出来，了你还阁上予参议院通过，
啊，你若为参议院上案件起来，通过了，你爱去上会哦，众议院通过，都爱两院全部通过哈。好，两院审议通过的法案，都爱去上哦总统，可以签署啊，来得到。那总统有签署，安尼就变成正式的法律。如果总统启用否决权，安尼就爱去把这个议案，去上等于看是为对一个议案的议院上出来，去等于定性。但是你这个总统你要讲退回，好，你要甲否决，你爱甲你的原因写出来。你对一个条文，对一个内容，你有意见，你爱甲你的意见加落去，才会当上提名这个。看对一个议会送出来，好，啊，这标题什么意思？总统嘛有制衡国会权力，好，国会有制定法案的成立这个权力，但是总统嘛有否决权，哈，就互相制衡。好，如果参众议院那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安尼，迄个退行迄个法案，佮再度通过。就等于推翻总统的否决权，这个案就成立，哈，变作法律。好，那么美国国会嘛，非立法之权有分六类，哈，就选举权啊、行政权、管理监督权、啊、制定权、调查权、司法权，啊，咱来一个来看卖哈。选举权就是讲，伫因总统大选中间。那无其中无半个人超过半数，会选举人票。啊，美国选举跟咱无同，吼，因是一州一州的选举人票。哦，那么选举人票，那像阿拉斯加，这人口较少，伊三票呢？啊，那加州吼 ，California， 因有五十五票的份，哦，我印象，因为人口人较济，哦，较大州。好，那么如果无半个人超过半数，安尼就爱有为联邦的众议院内底来选举总统，哈，啊，这个就变每一州，敢那有一定代表一票呢，哈。OK， 那么由参议院来选出副总统，啊 ，OK。后来行政权就是讲，美国总统所委派的高级官员，啊，比如讲。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最近都要新换一个查某，叫做耶伦哈。伊要派这个官员，就爱去予美国的国会哈参众议院因认可了，通过了行政啊，过来行政机关，跟其他国家签条约嘛，爱经过国会批准了，才有准绳哈。管理监督权。美国国会有权利增减，还是合并，还是创新一个行政机构，并增减预算哈。而且行政机关要定期向国会来报告，并接受质询。啊，这个，比如创新行政机构哈，即马上新创新一个行政机构就是美国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好，这个就是因为因应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了，哦，上新的一个美国的一个部会，哦，叫做美国国土安全部，啊，一些美国国会有权利，哦，甚至有的会当跟你合并，哈，而且创新安尼哈。过来制定权，美国的国会有权制定宪法，也有权利来修改宪法。那么，你要修改宪法，这个宪法的修改程序哈，咱来看卖哈。修宪程序就用需要伫参众议院内底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的人来赞成并提案，啊，是经过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哈赞成并提案，就一定召开修宪会议哈。啊，那通过后，还佫经过四分之三的州批准。这个修宪案就会这样成立。我另外，联邦甲州吼，国会甲州中间嘛，要阁有州嘛有州的权利。你国会通过，我五十个州若无经过四分之三的州通过，
嘛无遵守，吼，所以因有互相制衡的这个规则伫内底。过来，国会非立法之权的调查权，咱来看卖哈。美国国会有立法，甲监督政府的运作哈，来组成一个专门的机构，啊，来调查政府伊的行为，哈，然后行为失当，哦，一定甲调查的这个权力哈。那么较有名的调查委员会都有，发展的调查委员会，哈，安尼克森水门案，包括伊朗军售案，过来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啊，克林顿丑闻案，哈。那么，我来讲越战这个调查委员会是安怎要来调查越战的原因，就是讲是安怎伫伫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变作一个世界超强的国家，啊，你用上新上好的武器，训练上好的美军，是安怎会建出迄款敢若举苏联一个 AK-47 哦步枪的这个三流的？越南啊，北越这个国家，而且你用 B-52 轰炸机去伫北越轰炸，这是你自第二次世界战后，你所肯伫北越这个炸弹吼，是等于欧洲二次世界大战战场所有的盟军所空袭德国，还是迄个意大利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炸弹比较侪。安尼你个证书，吼、哦，作不名誉，吼、哦，所以美国这个国会就成立这个越战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件代志。过来，吼、哦，伊朗军售案，这个伊朗本来是亲美国，吼、哦，这个、有一个哈勒维这个国王，吼、哦，但是尾后用推翻了，迄个伊朗的激进派甲推翻了。那么，因这激进派去绑架美国人。的人质，好、啊，那么伊本来伊朗拢甲美国买武器，吼、哦，买无人机，那么美国就甲禁运，吼、哦，武器禁运，啊，伊无人机若歹，无零件好修理，啊，伊朗佫跟隔壁伊拉克无好，两个发生战争，啊，美国无人机无零件歹，无通修理，啊，无后勤支援的事，所以到尾啊，伊的制空权去予伊拉克摕去。造成伊朗哦，要跟伊拉克拍，拢拍甲真艰苦。啊，结果美国透过第三国家去跟伊朗接触，讲，好，我告诉啊，供应你这武器的零件，啊，你爱把这些人质放出来，哦，啊，有做这件代志，就是讲这人质放出来了，有记者去调查，去挖出这个丑闻案。所以美国国会就专门成立这个伊朗军售案，我来调查，讲是安怎，伊都已经跟咱是敌对啊，啊，你搁提供武器给伊，哈，啊，过来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这种美国的 NASA 伊这咧探测太空的哈，啊，开遐侪钱，全美国差不多上顶尖的科学家拢伫遮，是安怎这？太空梭飞起哩无几分钟，啊，就爆炸。吼、哦，啊，这你甲我开啊，一个钱，安尼平平掉。吼、哦，这去组一个调查委员会。哈、哦、，OK， 我来司法权。哈、哦，国会伊个弹劾权都含有司法的性质。哈、哦，而且总统任命的联邦大法官嘛爱参与动议认可，开定去就任。哈、哦，但是干那。众议院以较有资格提出弹劾案之权，哈。那么，但是嘛，干那唯有参议院以较有资格来审判一切由众议院送出来的这个弹劾案的权力，哈。这就是有分工的作用，哈。过来，咱来探讨讲，嘿，是安怎？美国拄啊建国看238年。就一定变成全世界上强的国家，我看下迄号称讲5000年的中国啦，啊，是讲3000几年的埃及，吼、哦，即古大国安尼，啊，这
对照讲咱台湾，咱这几年国力没有加强，国力安尼越来越衰败，啊，这有原因咩？啊，我来讲一个故事。哇，啊，这个故事要为对讲起，就是讲，伫美国有咧开外科医学的国际研讨会。啊，即马下晡时啊，咖啡时间吼，啊，都有三个医生在开讲，啊，是一个日本的医生，一个美国的，一个台湾去的。啊，日本这医生就开始讲因的医学偌发达啦吼，外科医学足发达的。讲阮有一个囡仔吼，五岁时，迄个火车搞过吼，双击手搞甲脆脆脆，阮用显微手术甲修理吼，甲医好去。啊，十年后吼，伊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第一名，吼、哦！啊，这美国这种啊，往美国这个臭皮讲啊，这他有啥？人阮嘛是十年前有一个人吼，少年呢，十岁囡仔吼，啊，敲啊，脚需要截肢，阮截肢了，阮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起来，接起来，人伊奥运会比赛得冠军。啊！即卖即两个医生伫咧等看台湾的这边哪赔？台湾的这拉稀来哈！恁的小儿科，人阮二十年前，阮有一个四十岁中壮年吼，嘛是车祸啊，弄着头壳破，哎，脑浆、脑浆拢喷出来。阮用低压脑甲移植入去，人迄个即卖伫台湾咧做总统。啊！这就是咱今仔日。国力越来越衰败，啊！甲咱国家地理、台湾地理甲地理啦啦，吼、哦，要太强，愈来愈弱，吼、哦。好，啊，好，啊，咱来看美国是哪会强，咱来了解一下，吼、哦，啊，来做一个参考，来学习嘛，吼、哦。好，美国人较诚实、踏实做代志，一步一卡印，吼、哦。袂讲像中国人，啊，讲一本机。啊，做一汤匙，吼、哦，足够捧哦。中国人都嘛足够骗的，吼、哦，都有顺古六公，十亿人民九亿骗，还有一亿在训练，吼、哦。啊，这因几啊千年来，因就是拢斗争史嘛，吼、哦，都想办法安怎把你的钱拐来变我落地啊，这样呢，吼、哦。所以咱若要甲因骗，咱真正骗输了，吼、哦。啊，好佳哉，咱较不要骗，咱都实实在做，吼、哦。过来，大部分的美国人拢信奉基督教，吼、哦，啊，遵守伊的教义。啊，咱来看伊的教义是啥物物件。第一，信息、公义、博爱、恩望。信息就讲美国人真有信用，做出来物件嘛真本真料，吼、哦，袂偷工减料，吼、哦。信用，含这个实在，这是会使讲做伙。我会记我差不多十五年前，我咧修理物件，爱用骗子加电线。啊，伊讲吼，我买一支新的嘛吼，三来着为电线甲剪来劈出来。啊，我想讲电线断去啊，结果我注意看，毋是我的骗子，我的剪线夹断去。边界看 ，Made in China， 中国制啊，我。用这个骗子用四十几单，我从来无想着讲有一天我家里有时我骗子当的，不是电线当的。哦，我中国人做的物件吼，好你想袂到啦。哦，咱想讲电线爱当，结果是伊中国一个骗子当。哦，迄就是伊做物件偷工减料，无实用哈，无实际。过来公益，美国人原来急功好义，哈、哦，原来爱打抱不平。哦，你若有其他国家，哦，比如人权受到损害，哦，美国就想要出来管啦。哦，所以伊会做美国的，做全世界的世界警察，哦，就是原来爱伊原来这实力啦，哈、哦，好，原来爱插代志，哈、哦，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了，对啊，哈、哦，过来博爱，哦，美国人真有爱心，因做的有钱人拢成立慈善基金会，哦，因。尤其像讲即马巴菲特啦吼，也是即个比尔盖茨因拢几啊百亿美金的财产，因大部分拢捐出来，
吼，捐予伊基慈善基金会，吼，啊，美国人捐予即个联合国，诶，即个 NGO 即个慈善组织，吼，嘛是捐上侪钱诶，吼，包括你看，因美国人伫全世界咧认养遐孤儿，认养遐小，无多饲囡仔遐小孩子，真济，因拢是认养残障诶哦，有身体有缺陷诶，啊，比如欠卡手的啊，还是体盲啦，吼！啊，你若看，若以咱台湾，你即摆要讲叫台湾人来认养咱本土台湾人所生出来有缺陷的这畸形儿、吼残障的，无人陪，大家拢要拣个人人水水、白白胖胖的。但是你看，因后壁的人这么有爱心，伊毋是未生哦，家己会生哦，家己嘛囡仔过来哦。但是伊就来世界较落后国家来培养饲这个有残障的，伊阁毋是捡迄个好脚好手的呢。即款的爱心吼、哦，咱台湾人咧学习啦吼。好，盼望因对将来拢有愿望的吼、哦，因为因的国家迄、那个环境，互因造成讲向前行吼，啥物拢毋惊。啊，台湾呢？即卖你甲想，即卖大学毕业22K， 啊，即卖一间厝无台北市，你若无就1500万以上，我话你买困难。啊，若安尼2.2K， 敢若家己的生活费都有问题啊，要饲家己都有困难啊，哪有用钱通去去买存钱来买厝？所以对咱即卖少年的对将来足无愿望买厝。无可能的代志，然后他无迄款消极的心态，变月光族啊！我若一个月赚的钱，甲我后个月开安就好啊，安就伊就满足，煞变无向前走迄个动力的对吧？好，来，过来，因崇尚自由平等，好，这都基本的哈。过来，因有一部简明扼要的宪法，好，啊，这个宪法。好，都开始都要七条呢，啊，不呀，即马到近200几年来，较修正案有27条通过，加起来到34条，哈、哦，所以干那简单一个简明扼要的宪法，伊就有法度治理，甲美国治理甲足好势。好，啊，咱来看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是啥？哈、哦，来，第一，伊保护个人的权利，哈、哦，过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因为你政府你若给伤大的权力，伊足容易腐败，嘛足容易来侵犯着美国人的人权哈，人的权利哈。第三，因三权分立，因是真正三权分立哈，无像咱遮，你看咱拢甲行政、立法、司法拢甲行政摆伫上头前，啊，这行政单位拢是爱去听迄个执政党的党的决策。并党意凌驾民意，哈、哦。过来，因是联邦的体制，哦，因是50个州，哦，等于是50个国家联合成一个国，哈、哦，所以合众国，哈、哦，美国合众国，哈、哦。过来，宪法之上，所有的法律呐，抵触宪法无效，哈、哦。过来，人人平等，在美国，你只要肯拼，人人拢有机会，哦，你看连奥巴马。这个非洲裔的这个黑人，今嘛嘛我都做个总统啊，吼、哦。那么后一任真有可能美国会出现第一个有女人当家的现况，吼、哦，有可能女孩子会当美国总统哈、哦。这是人人机会平等，无论你的肤色，无论你的性别，哈、哦，只要你肯拍拼，总是有机会。好，好，啊，咱来看伊真正的行政。这个判决判唔对，爱立法、行政、司法，哈、哦，三权分立。那看讲那些永不起立鼓掌人，值得我们台湾人来学习。啊、哦，你注意个看，这两撮的人，边啊，这参众议院哈、哦，这来宾拢徛起鼓掌。这个奥巴马的演讲讲较精彩所在，这人拢避开鼓掌，都跟他这两对的人，拢底下老神在在，拢无徛起来。要去坐，连拍扑克都无。咱来看伊是啥物人哈、哦？
因就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哈，因军人部部长不干政，哈，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啊，你看这些人面啊拢变变拢袂笑，加上奥巴马欠钱欠伊钱，好些钱无拿，哈，啊，过来，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大法官因袂就演说中间的任何内容来鼓掌，啊，因为因代表国家。宽大的另外一面，哈，主要爱公正，哦，伊袂使喜乐心于相，哈 ，OK。过来，吸引甲培育来自全世界的人才。所有的即马差不多，真侪国家若要留学去美国，差不多拢是伫因个国家拢差不多拢 top 的，拢上聪明的，哈。啊，即个人伊若去美国留学。美国遐有真好个环境，有奖学金来提供予伊，来供应伊个生活费，啊，予伊认真去读册、研究、学术，还是科学这方面呢？啊，那科学这方面呢，伊阁有真好个实验室个设备来提供予伊，尽量伊个才华拢会当以伊个研究佮伊个设备来向前迈进，来发明一挂新个物件，也是发展新个论述。哦，学术安尼，啊，这人学成了，你看伊敢会归国，大部分袂等伊，啥物原因？都敢若美国有这个环境，提供这设备，啊，加伊个生活费用而已。你若等于家己国家无迄个实验室啊，吼，嘛经费无遐足，所以大部分人这人才到尾也拢留伫美国，吼，等于初级教育。是其他的国家替美国人训练好、筛选好啊，把上优秀的拢送来美国啊，吼，啊，结果大部分拢留伫美国，互美国咧用，替美国咧开发新产品、发明新的物件。所以无论是伫这个军事武器顶端，吼，还是实用科技、吼电气化的物件顶端，拢是美国人咧行伫上头前。咧引领世界的风骚哈 ，OK， 啊，你甲想，全世界这个诺贝尔奖，对1901年开始颁发诺贝尔奖，到即马，美国已经摕了320多的这个诺贝尔奖，啊，第二名是英国800多，过来德国、哦法国，啊，你甲第一名美国来看第二名到第六名，这五个甲加起来。诶，奖牌数，他326地，赢美国6地呢。啊，那么这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个人口，因摕了几地？竞争体敢4地呢？哦，啊，日本呢？日本摕了16地。所以，严格来讲，咱欧洲这边诺贝尔奖摕了上少。什么原因？就是咱的教育思想。出问题，好、哦，自细汉咱拢甲囡仔的、为囡仔的幼稚园的关庙学东学西，啊，就有一个框架，有一个壳啊，甲框掉了，你就带进来在学得啊。啊，人因德国哦，因真早伫宪法就有规定啊呢。宪法规定讲，学龄前袂使去补习的对啊。因囡仔的任务就讲。你好好给我长大，啊！你拢卖乌白耳当耳塞，卖强填鸭式，好些囡啊，伫游戏中长大，啊！伫游戏中伊就读个乌白想，凭空想象，都无个限制条咧。所以你看，像美国因就是伫自由环境下长大个囡啊，吼，拢做个发明物件，做个自己 DIY 动手做，吼、哦。另外像贾伯斯，伊会当发明 iPad。把日本索尼上强的这个 Walkman 拍败，过来发明 iPhone， 把全世界第一名 Nokia 也拍败。哦，即马 iPhone， 哦，那智慧型手机伫美国是占第一名。哦，啊，过来发明新的物件，所谓发明就是以前无的 iPad， 你看，即马把笔记型电脑嘛打败啊。哦 ，OK， 啊，这是美国会强的原因之一啦。哈，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跟他讲到这。啊，等下吃火锅，若有鸡脚，爱留来互送食。嘿，咱边有饲狗啊，吼。
OK， 多谢，谢谢。啊，各位同学，咱下课休困吼，啊，楼骹的餐厅啊，食饭。下午1:20上课，下午下晡吼1:20上课，1:20上课。好，椅子收到桌子底下。哎，宜兰州同心哈，宜兰州同心，我们。